哇！哇，这里是恐龙哦，恐龙耶！哇，这里是恐龙在吃鸡腿耶！啊，这个恐龙，那是恐龙吗？生意很好。因为下雨天呢。哇！所以他应该也可以送。送就是变成，如果你买大送，那变成送小二，就是看你怎么点，很多人都还是这样。送来这里。哇，乖乖也在，这是乖乖龙啊，这是小乖恐龙。不是啊，你没有。这是异翼龙。买大，如果你自己去。您都在吃鸡腿耶。哇，乖乖也在吃鸡腿呀、啊！哇。妈妈，我看到那个。妈妈，我看到白色的那个金毛做的恐龙的牙齿很尖。超尖的。啊，这个人怎么从鸡腿的最下面开始吃，跟人家不太一样。跟一个都一样，你等下，因为要吃。对啊，其他有这严重的洁癖。哇！我已经用很烫了。太好吃了。我这个不会烫。你看，你这个这样拿着棒棒鸡这样。哇，棒棒鸡啊！哦，太好吃了啊！来吧，就知道这个比麦当劳、肯德基的都好吃。我都想吃。肯德基的太干了。咬啊！麦当劳也是觉得好像都是在吃那个粉油。哇、哦，真好吃哎！我个人好爱吃。对啊，快成。